全都是雨。哇，这雨有这么录节目的吗？真的是第一次在这么原生态的这个环境里面化妆。我拿个伞在这儿挡一下。你看看这个还在往下啊！就这么穷吗？我在干什么？搭了个台子，那所以就。你们现在才现做，一会儿就上场了，简直是笑话！活该，谁让你现在非得要来？浩明6点飞机，5点多得走。对，哇，这雨真的是又大了。事故就是故事，事故就是故事，等着我们的故事吧。第一届快乐再出发海边音乐会现在开始。